历史上真实的倩倩公主，皇室婚姻让她宛如囚鸟，一生悲行几人知。倩倩公主全名伊丽莎白·阿玛利亚·欧燕妮·冯维特·巴赫，巴伐利亚王国马克思公爵的女儿，甜美的微笑，优雅的举止，美丽如同是从童话里走出来似的，一颦一笑极具高雅，纯真善良的倩倩公主是当时公认的大美女，走到哪儿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她有着一头令人赞叹的栗色长发，光亮又浓密，健美挺拔又苗条的身姿，高贵的气质，美丽动人。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是见到这位绝世佳人，也是惊为天人。天真无邪的倩倩公主最终为爱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皇帝弗兰茨约瑟夫。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，这段浪漫的纯真之恋也传为佳话。在倩倩公主的调情下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同意成立奥匈帝国，而安德拉西伯爵为倩倩公主戴上一顶王冠，从此她也成了尊贵的匈牙利女王。西公主被世人称之为